就会有啊，很会发大财哎、欸！哇，发大财！你是挖到石油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红石也有，红石也有，不过那就要用铁镐以上。对啊，你可以直接买那个200块的钻镐了。我只直接买钻镐在挖了、嗯，我也买钻镐来挖了。哇，我们这边在比发大财啊！经济3520，太夸张了，经济优势啊！太会啦！红石好像最多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没有没有，绿宝石是最多的，绿宝石吧，好像是160的样子，好可怕、啊。可是红石在下面很容易挖到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有挖出一个洞来了，哇，我可以。我跟杰克刚刚挖到峡谷，超好笑啊！我看到附近有人呢、欸，蓝蓝的。哦，对面对面的，对泱泱，不过还前十分钟还不能打，嗯嗯，还不能打人，那我就躲远一点，等一下过去打他。先不让他知道我在这。哦，有铁有铁。这样等一下是可以真的各种尝试哎，我们钱那么多，随便买东西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你都快5000啦！太夸张了啦。200，你5000个屁呀、啊！你太会赚了。你真的是挖到石油了耶！对啊，你是挖什么二里？红石啊，红石，红石是红石还是红色的石油？哎呦，要说清楚哦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哇塞！哦，这里又一个洞哦，什么都没有的洞，烂透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哇、哦，好多煤炭啊！露咪，你是刚刚已经开始在花钱了吗？你怎么才700多块、啊？没有，为什么我都没有，我都没有哎、欸！你有在拿金镐在挖矿吗？对啊，你有拿金镐挖吗、啊？我挖上去都没有啊，挖铁完全没有用啊，我最多没煤炭、欸。金镐不能挖铁啊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哎呀，就刚刚你还没讲之前，真的假的？我就挖完了。金镐只有一般的石头跟煤炭，其他全部你都要用。更好的哎，圣、欸、兽产生了爆弹，不知道什么。Hello， 他好像是圣兽会生那个爆弹，然后你可以去他旁边拿，然后那就是类似一种手榴弹。哎，花个50块穿铁窗啊，才50块而已。不要啊，我们现在在比谁比较会发大财啊！哎呀，红石是不是200？我也找到了啦。哇，你6000多啦！红石是不是200？你怎么才5000多而已啊？让你，哇，还说浪哎、欸，太浪嘞、欸！我看你是不会发大财而已吧？哦，钻石！哦，7000！哎，我也挖到那个地洞，超爽的。嗯、欸，他们好像把那个鸡鸡弄在下面了。怎么了？啊、哦？传到下面去是不是？对他们有那个饲育员、哦，他们可能前期有人就先。我们等下10分钟换位置啊。好，对啊。一般的，我们其实也可以让那个鸡鸡移动，可是它是移动，那饲育员的好像是传送，直接拉走啊。对，直接拉过来。我们要起码20分钟后有人当饲育员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嗯，需要在你的领地才可以开商店，所以我已经跑到对方家了。你直接挖到对面去了，挖到对面去。不是啊，这地洞很大、啊，我没办法、啊。我现在在比看谁会先有10000块啊！哇，我觉得一定就是你了。哇，你好多钱哦、喔！超夸张，发大财大人呢、欸？你一个打他们对面2个人啊！一二发大财！我出去打2个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哎、欸，洋洋看到我的洞了，是我的，我开。我是红队，没想到发现我的发大财的密宝区。可恶，我要挖下去。木米真穷到爆哎、欸！我刚花掉了，我刚刚有花了。你说花100块是不是？我们也花了、啊，我也有花、啊。对啊，我全铁装了。哎、我也换铁装。你们花100块买个饼干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花10000块买饼干。哇这饼干是多高级啊！你以后跟我要买饼干，跟我讲，5000块卖你就好了。
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这里好多好多。我刚没有换稿子啊。我们大部分也都用金稿啊。什么稿子都很快，好不好？嗯。我要挖爆一个金稿了，好爽。怎么可以这么？要十分钟了，要十分钟了。哦，好。我的领地在哪啊？我不知道我的领地在哪。我开不了商店了。箱子也开不起来。对啊，你现在空旷的地方。就往上爬，附近挖饼就可以了。需要在我的领地，他一直追我。有人开箱子哦，有人开箱子。好、啊，我没开，扣下扳机。哦，他那个是那个职业奴，对，奴的，那个是富豪兵，富豪兵。嗯。空旷的地方一直追我哎。我跟巧克力的差距太少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超过。哇哇，什么商店我不管啦，不管他们，对，神兽神兽可以受到伤害哦。神兽啊，要想办法招他。可是我们二十分钟才可以转职。对，哎，我先一万，我先一万，我已经够了，我已经满意了。可恶，我已经，你慢慢超越我，我已经在花钱的阶段了。我想先回到地表、啊，懂得花钱才可以继续发大财啊。哎、欸，这种子没回来。这条路是谁的路？哎呦呦，种子。那三叉戟好贵哦，多少钱、啊？哎呦呦，我终于可以买东西了。三千块，最好的三千块、哦。三千块算什么？不是，你要想，它就也只是个三叉戟啊。看看啊、哦，窃取稿唯一可以强夺领域的稿。啊、哦，还有一些领域可以买。嗯，到底在哪里呢？枪支到底是啥回？快看不懂了。圣兽行动，谁、欸、的圣兽、欸？不用那个、欸，不用那个预兽师也可以让鸡鸡跑过来、欸。鸡鸡在我这里，我鸡鸡。哦哦，所以驯兽师只是可以免费让他传过来。驯兽师应该是让那个就是我们要招的话是圣兽附近没有人还可以招。驯兽师有可能是附近有，他也可以招，因为他那是技能，就是要 CD 的。哦，这个，嗯，啊，我要来看商店了。我这个下面有鸡鸡，现在在我下面。队伍围绕了一圈啊，快差点绕到外面去了。可以存钱到队伍里面、哦。对，可以。那我存一下好了。不要你 table 的钱，人家也花不掉。我们自己都有啊，存这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蛮好奇的。哎、欸，还有那个、欸、玉米西瓜，哎、欸，对呢，买一下好了。哦，那个果实可以干嘛呢？提醒一下，提醒一下他们。提醒一下，提醒一下。哇，他的领域都好贵哦，哎，五百起跳，一千两千。那我们是红色还是蓝色啊？我们是红色。红色，我想去蓝队直接把他的成本挖烂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还可以附魔。对。哇。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石头，就是被挖、被破坏的时候会产生效果。哇，其实颇复杂、欸，他的商店。就是做一些陷阱用的。我觉得要玩过几次才知道要该点哪。哦，真的，书架，这是真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来试试看附魔领域好了。哎、欸，好的。我以为附哦有有附魔领域就是那个召唤附魔台，它五百块哦。对，然后它上面还附一个铁针，所以还不错。嗯。哦。这是会喷装的吗？会好像会他写喷 10% 啊，所以我也没有死过啊，你死死看就知道了、啊、就可以去死死看看，就看到他们的小鸡了、啊、你可以偷偷摸摸打一下、啊、反正你又还没附魔你没关系啦，是啦是啦，好我去了，你去偷偷把他杀了，1:100没那么好杀即刻提高一等附魔等级。巧克力现在在地表吗？我在地底，哦，因为我不会上去了。可以用那个、啊、商店有花商店有一个，一百块的青金石，青金石最便宜。哦，回到地表，100块可以直接升一个等级，哎，
对啊，所以你等到比较高等的时候，就可以用100块买一个等级，会比较划算一点。对，我想要隐约顾着小滴滴。嗯哼，我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，反正我们钱那么多，真的丢金钱瓶好像太小看人了。啊，直接升等了，直接等级了啦！对啊，小朋友才在丢经验瓶，嗯，莫名其妙。鸡鸡在受伤？什么？我们的鸡鸡在受伤吗？我们的吗？没有，我们鸡鸡没事，他们的。他们怎么变978啦？对啊，他们可能实验吧，鸡鸡爆弹啊？为什么？岩浆里啊？哦，他们把鸡鸡藏在岩浆里哦。哎，然后哦，好吧，那要怎么打？快！所以只要我们有抗火装备进去就没问题。鸡鸡烧起来，鸡鸡烧起来了！他们鸡鸡烧起来是不是？奇怪啊 ！OK OK OK， 他们的那个圣兽在扣血。啊！我真放错了。哎，我看到有蓝队的来我们的弟弟哦。好，你们要附魔可以来我们鸡鸡呢。怎么？我连那个书柜都在放了。巧克力，你现在那边是在发光吗？鸡鸡会发光啊，所以我那你要小心哦。我觉得哈记应该是哈记可能想要过去你的那边偷袭鸡鸡。哦，那我先用一个发光技能。哦，我看到他了。对，他还召唤脑鬼。哦，他们在中间。看我打雷！哎，我打到自己，我打到自己，问他，问他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被脑鬼打死了。不，完了。完蛋！哦，损失两件装备，所以是 10% 的。然后死掉。哎，我们鸡鸡，我们鸡鸡，鸡鸡鸡鸡鸡鸡，我们的鸡鸡被打了。在哪里？我们鸡鸡招伤害。他们的。上来，把他招上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把他招上。哪里？好像不行，因为鸡鸡附近有敌人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对，鸡鸡附近有敌人，所以不能传。我们要赶快下去，要赶快下去。好，下去，要下去，要下去。我们的鸡鸡啊，还在被打、啊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也在打他们的。啊，你也在打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你自己看他们血在扣。啊，重点是我们要先还是要去他们鸡鸡那里？哦，这个水流是怎样？白痴，流上来啊！我们的鸡鸡，我的鸡。啊，真的不行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刚刚那个脑鬼好强哦。他用过了，啊、有，我现在也在过去。好，我跟20在想办法挖下去。刚圣兽下蛋了，对他下蛋了，可以。哇，我们鸡，我们鸡，捧出第二只吗？啊！嘿，我先拯救鸡鸡了。嘿，好。哎、欸，他不能，而且那个鸡鸡有抗火哎、欸。OK， 哇，他们好多人，团团加油！我没有食物，我父母也在那边弄。哎，反应死了，剩哈记。好，哈记死了，好，没事。哎呀，鸡鸡没事，鸡鸡没事。好，鸡鸡没事，鸡鸡没事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刚刚鸡鸡好痛哦。啊！可是对面的鸡鸡还在扣血。哎，小雨，小雨，求爸爸。对面鸡鸡还是没有保护，是不是？耶，没关系。可以。看一下，我刚只被回收一件。啊，团团，这里有附魔。好，等一下。他寄过来喽，又想来，在楼上。好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等级不会掉哎、欸，所以其实还不错。我一个矿工，怎么？哎、欸，他应该有那个职业。对，因为我们也有职业。还没换职业啊？不是。但我们的职业叫做矿工。可以换职业了没？还没吧？奇怪，我书柜怎么感觉28等啊？对，少一个，少一个。放满了，我又再放了很多哎。嗯，可能还被挡住。而且放在那个鸡是防烧的哎。哦，所以他刚刚受伤，他刚刚只是好像买啊，有了烟道哦。哦，因为刚刚看鸡鸡在那个岩浆上可以游泳，所以鸡鸡很厉害。嗯，对，鸡鸡太强了，厉害的鸡鸡。哎、欸，我今天要三加几啊？小雨在丢我三叉戟，哦，离超近的我们、哦。他死掉会喷装，然后可以再捡回来。嗯，
哇，而且现在是 1.14， 所以那个附魔超强，全部都可以叠在一起。给我干什么啦？哦，耶！啊，这个等级啊，不管了，先41等啊，慢慢附。